谈及中共的恶行，几乎所有人都会把文化大革命放在第一位。即便是中国共产党自己，也觉得于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至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中共在中国大陆境内领导的那场荒唐政治内斗是极不光彩、无法登大雅之堂的。以至于到今天，习惯于无赖狡辩的党宣都没有勇气正面回应文化大革命那段丑陋的岁月。 对中共那十年的恶行，两岸三地、四海五洲的华人评价，奇迹般的众口一词。中共将中国传统文化连根拔起，不但焚毁了千古流传的卷宗书籍，那些对古文化精髓还应举华的国学大师们，也几乎全死在中共红卫兵的拳打脚踢之下。就连那些国宝级的文物建筑，也被彻底的清理了。共产党就这样。 硬生生地将中国人与自己的祖先和文化彻底隔离了。中共之恶罄竹难书，万恶之首当推文革这样的论断先有意义。可是，区区中共一个被前苏联忽悠，妄图把中国加入苏维埃共和国联盟的境外组织，其本质一直都是第三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一个从理论到土壤都和中国传统文化毫无瓜葛的共产国际傀儡。 他根本不了解什么是真正的中华文化，更想不到中华文化以最智慧、最独特的方式，在文革浩劫开始之前，已经把中华文化的精髓散布到世界各地了。何为文化？是经典古籍，还是珠宝奇珍？是大家之说，还是权贵之谈？是宗教之约，还是种族之法？是伦理道德，还是哲学思考？是风俗礼仪？ 还是庙堂情怀，是语言文字，还是歌舞笙箫，是术数,数发明，还是巧匠良工，是六爻八卦，还是阴阳五行，都不是真正的文化，与统治阶级的愚民毫无关系，更不是权力更迭的粉饰与遮羞。他们穷尽溢美之词，把文化的传承包装的光鲜典雅，而真正的目的是要把文化变成绑架民众凝聚力的手段。 处于文化核心地位的道德伦理、信念准则，不过是包装之后的愚民之术。在任何民族中，神圣文化不过是权力游戏的战利品。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就深知自己是境外强盗的身份，他害怕自己名不正言不顺的异族出身成为自己执政的污点，所以处心积虑得用野蛮粗暴的方式要把正宗全部毁掉，摧毁传统时候的心狠手辣，毫不留情。 体现的全是中共的心虚，篡权后重写历史，迫不及待的把自己扮演成中华文化的一份子。这个文盲强盗在夺得权力之后，当务之急是效仿前朝帝王，鼓吹自己的功绩，加速泯灭民众的判断力和良知，让所有的华人都忘却历史，割裂传承。于是再也没有人记起中共境外强盗的身世了。文革体现的。 不仅仅是中共的媚外无知，还有贼怕被反的惶恐，以及其跳梁小丑的世之金鱼、粗鄙浅陋的土匪中共，他们心驰神往的只有权力背后的专政。可笑的是，他们就像不可与兵的夏虫，根本无法真正领悟文化的真谛。文化从来都不该为庙堂殿宇是非文过，文化只是百姓民生的真实记录，它不神圣也不遥远。 既不欺世盗名，也不评判是非。他没有君民之分，没有雅俗之别，没有功过之别，没有优劣之见。无畏红如白丁，无关物质精神。无畏时空流转，无忧当下过往。无论方土一同，无见本末源流。真文化是大智慧。无论是公元一千二百一十八年横扫欧亚的蒙古帝国，还是如今偏安一隅的台湾。 无论在法国卢浮宫、英国大英博物馆、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只要有人愿意回首过往，不于张网考来，文化已得大自在。文化本来无一物，无处惹尘埃。它不求物化具象，但是人们又于自身卓骨凡胎的有限觉悟，惯用地域、政治、经济、亲族等标准，将文化禁绝在有限人群中，使其成为统治的工具。 即便是象征人类文明的佛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也没有泰山不让土壤的气度，做不到海纳百川，本质依然是统治的附庸。即使各宗教中早就言明末法时代、末世论，智慧不起的今人参悟不透。我灭度后，末法之中多此魔民，炽盛世间，广行贪淫，未善知识，令诸众生入爱见坑，失菩提路。 正是这种狭隘自居，今天不同范围的民生文化交流做不到消除隔阂，万法归宗，以至于今天文化隔阂把每个人都困在了一个瓮中，再无冲天之志。宗教最大的功劳，便是使人人相信，冲脱文化枷锁，等于离经叛道。曾经在中国敦煌境内，有一段延续千年的旷世实录，千年来保存完好的建筑、书籍、雕塑。 卷之向世人证明了自成体系的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文化及宗教可以声情同音谱写华章。曾经的蒙古帝国、古罗马帝国、安息帝国、贵霜王朝及孔雀王朝都曾这里留下经文典籍。七百五十个岩洞内，五万余件赤轴黄卷中，是各民族语言、汉文、古藏文、回古文、于田文、秋瓷文、粟特文。 范文书写的佛教、道教、摩尼教、景教、基督教等多种宗教典籍、社会文书，数万多平方米的壁画上，栩栩如生地复述着人们的农田水利、婚丧嫁娶、借贷放粮、风俗礼仪、商旅往来、使者朝会、音乐舞蹈、衣冠服饰、医疗占卜、军事、宗教等景象。藏经洞内文献弥珍，《摩尼光佛教法一略》《金刚经》《妙法莲华经》。 大秦景教三威蒙杜赞、叙利亚语圣经、《论语》著，黄侃《论语》一书、全天星图、全世界的宗教前来溯源，量大而真，只是敦煌学的一个特点。最重要的是，这里记述的千年民生没有被证实染指过，世界范围内再无第二个。然而愚乌蠢妄的中共根本理解不了敦煌学的意义。 以为庙堂正史中的歌功颂德和尔虞我诈是典范，真正的文化永远不可能被销毁，它只是换个地方，终将继续大放异彩，吸引万众敬仰。很多人谈及敦煌，称其为“吴国学术之商新史”也，大可不必。真正的文化不是用来彰显身份与权威的，那些用围墙和密室将经典卷宗藏起来的人，不过假借文化正宗。 为自己谋一私利罢了。而今科技发达，看到经书的方式并不像以前那般艰难。心向往之，能亲近，能看懂，能践行，能信奉，便是真文化的真实受众。敦煌文物由于历史久远，破旧残损，在文革十年中竟无人毁坏。中共连靠近真文化的辨识度都不具备，哪有资格破坏？